无线处境剧《我回家之开心速递》好评持续啊，就连一班绿叶演员亦都因为咁样而备受追捧。而呢班配角原来都卧虎藏龙噶，就好似 Terry 咁啦，就系漫画家；池美丽就日文老师，陈师奶咧就系训导主任啊。而东周刊就发现饰演探险经理 Andy 嘅崔锦棠同样大有来头啊！佢除咗系球迷心目中最佳足球评述员之外，本身都系体坛精英，曾经是香港三项铁人代表队的成员，在亚洲锦标赛多次为港争光，真是估佢不到的。现年50岁的 Tony 在外剧里面就饰演个性缩骨探险的威龙百货行政部副经理 Andy 啦，每次跟 Peter、Ivan 出场做花生友，都会搞出连番的笑话的，令到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原来 Tony 未做演员之前，本身是体坛精英，读书的时候已经非常热爱运动了，足球、跑步、单车、游水样样皆能。在83年，因为受到刘华主演的剧集《奔向太阳》影响，令到他更加投入运动，不单止参加当年愉园的青年军，86年更加加入南华田径队，在运动场上夺得不少佳绩。88年他参加全港青少年三项铁人锦标赛，勇夺亚军，之后他不断代表香港出战亚洲锦标赛，曾经在亚洲排名第7位。不过由于政府当年对于三项铁人的资助有限，他为了养家，终于在94年决心加入有线新闻台任职体育记者。他采访过亚运会、世界杯、欧洲国家杯、北京奥运等大型的体育盛事。6年之后，他就升为有线体育台体育新闻的节目编辑，又兼任足球评述员工作。13年他就加盟无线做体育台节目主持，之后真的真正邀请他入组拍剧。初时只是演一些小人物角色，每集得20秒左右，之后加上 Peter 和 Ivan 两位花生友了，就产生了火合作用，角色大受欢迎。他是小燕，现在已经没人再叫他做 Tony 了，个个都叫他做 Andy。